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30面，330面，倒数第七行，从至于法藏大师从这里开始。至于法藏大师，才发愿已，空中遍及赞也，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者何也？这是提了个疑问。法藏菩萨才发愿结束，这个已就是圆满的意思，结束了。空中大地震动，空中就散花天乐还有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何也？这是什么缘故？无量寿经起信论所示，甚为精要，自用其意而简述如下。下面这一段都是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说的。无量寿经起信论是前清乾隆年代彭继清居士做的。这一位居士也是很了不起，通宗通教，协密圆融是一位大德居士。出身于，用现在的话来讲呢，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这是属于贵族。他很年轻应该是不满20岁就考取了进士，一生没做官爱好佛道，专心学习成就不在高僧大德之下留下不少的著作提供给后人做参考。无量寿经起信论就是他的作品之一。他在这上面有这一段话一切佛土不利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这句话非常重要前面这一切两个字应当注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
是众生的一念清净心所生所现的，唯心所现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就是能生万法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情？下面说了，法藏大师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妄是妄想，执是执着。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彭居士讲啊，法藏菩萨发四摄八大愿，就是破除众生的妄想执着。开显当人本有心量，啊，当人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自己本有的心量多大呢？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啊，令至净土啊，这是叫我们知道十方诸佛的十宝庄严土是净土啊，弥陀净土也不例外了。即使法性本然，非从外得，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利众生一念清净心。弥陀的一念清净心，所有一切众生的一念清净心，形象再多，无量无边诸佛众生啊，心心是一个，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是这样现出来啊。所以现土现身，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这个外就是心性之外，心性之外无有一法，所以法法不离自性，法法不离本心呢。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这种智慧属于道种智，啊，道是道理，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有相一定有心，有事一定有理。道理搞清楚了，就真正觉悟了。下面自己设个问答：何以故？何以故？用现在话说，为什么？下面是解答：自性空寂，立住我去。十法界、六道、三途，通通称为我取。为什么？自性空寂，本来没有啊。这是从自性啊离体上说的，下面讲自性妙缘，具诸相好。前两句从体上讲，这两句从相上讲。啊，《大方广佛华严经》给我们说的是体相用，事出世间一切法，概括起来不外乎啊这三方面，啊有体、有相、有用。啊，所以自性妙缘呢，具诸相好。这个住，把所有一切的现象全包括了。啊，现在我们常说呢，把它分为三大类。啊，住相、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呀，就通通都包括了。自性无碍，现六神通，这是讲作用。因为自性空寂，自性无碍。所以他事事无碍啊，啊，用六神通来做代表。自性无住，不可断灭。这一句话说，自性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它的相，它的作用有没有生灭？实际上也是不生不灭。我们反复看到好像有生灭，那是看错了。你没有看到真相，真相确实是不生不灭，连科学家都晓得。啊，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科神界科学家讲的啊，为什么不生不灭？佛跟科学讲是一样的道理，缘聚缘散啊，缘聚无生而生，缘散不灭而灭，
你才真能看到真相啊！啊，缘聚缘散而已。啊，这个事情，近代科学家发现了。啊，物质不灭。你看，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能量又可以变成物质。迷生灭了不可得了，自性如内，如今普现。这个现象不难懂。两面镜子对照，互相照，我们人站在当中，你看有没有直径？从这个比喻当中，就能够体会到几分呢？啊，确确实实是无尽的，重重无尽。啊，我们前面念过，佛经上说的极微之微，啊，现在科学家称为量子、小光子。前面我们读过的，一尘一毛之微点，就是科学家讲的小光子啊。有没有内呢？没有。自性无内，自性所现的相哪里会有内？自性光明啊，如日普照。这个光明是本有。啊，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光明就是智慧。啊，智慧光明啊，如日普照，像太阳一样。真的吗？真的。无论是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我们知道，它都是依波动而形成。频率非常的快速。啊，我们看不到啊。用仪器也没有办法把它看清楚。看到了，到底有多快？不知道，只知道速度非常快。啊，佛经上，啊，依照佛经上所讲的，一秒钟，它振动的频率1600兆啊！
你学个速度多快？财动，周边法界，这就像如日普照一样。财动就周边法界，畜生无尽，畜生无尽是整个法界起变化。那我们想想，这个法界是有多少众生，有多少物质现象，有多少精神现象，所有一切现象的频率都在那里动，以极快速度在那动。所以整个法界虚空界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可是动中有不动，什么东西不动呢？自性不动。自性是体呀，体没有动，相在动，作用在动。动静不二啊，动静也如啊。自性平等，如相普熏。这个房间要烧一炷好香。香很少，满屋你都闻到香味。佛经上有一个比喻，古印度有牛头旃檀。宝相经上记载是这个香烧一碗不大了像黄豆、绿豆这么大一碗，40里都能够闻到。可惜这种香现在没有了，在这个世界绝种了。为什么会绝种？人知道修福，知道修慧，知道积功累德，这个世界珍宝啊，就出现了。珍宝从哪里来的？是一切众生清净心、慈悲心所结晶变现出来的。为识所变。如果我们的心不善不清净，它就变成误会的东西，叫矿物珍宝也是矿物，泥沙也是矿物，粪土也是矿物，都是心现识变，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西方世界我们就知道了，是人
最极清净心、最善的慈悲心变现出来。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这个地球先前的状况，啊，是极不善的心念所现的，极不善的心行所变的。是这么回事情啊，现社会乱了，地球灾变一场，有没有办法恢复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就像现代美国的科学家所说的，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大家都觉悟，都乐意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信念，社会就安定了，地球上那些灾变就化解了。他所说的这个道理，提供这个方法，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是扬善的，熄灭贪嗔痴是利恶啊。啊，教我们正信。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古圣先贤的教诲，修身养性，就是端正信念了，改邪归正。啊，我们自己有救了，你的家庭也得救了，啊，家庭幸福，你的一生美满啊，今生现前就得无比殊胜的利益。佛家讲觉迷，觉迷的样子很简单。你对事处世间法有信心，就是救啊；没有信心，就是迷啊。啊，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从信德里头流出来。
这是心得。啊，为什么知道他的心得呢？中国古圣先贤给我们讲的，做人立身于世啊，不立四空，四个空，第一个是无论，第二个是无常，第三个是四维，第四个是八德。五伦里面，朋友有信，你看有这个信字，五常里面，仁义礼智信，你看又有一个信字，八德里头，孝悌、忠信、仁爱、和平，里头又有信字。你看，四科里头啊，三个信字啊，这个信多重要啊！大乘法里头，信为道源功德，能长一切诸善根呢。这不信怎么信呢？啊，信的反面就是疑惑。疑是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大乘经教里头，疑是菩萨第一个障碍啊。啊，对圣人教诲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对自性怀疑。啊，不知道有信德了。啊，就你最普通的医疗，医疗有没有效果啊？有的有效果，有的没有效果。效果从哪里产生的？从信心。啊，大概总在30年前，我有一次在美国得到感冒，啊，达拉斯有一个中国医生。也小有名气啊！我们同修带着我去看医生，请他治疗。我就给医生谈这个问题。我说：“医生跟病人要有缘，没有缘治不了病。”他同意。缘是什么呢？病人对医生有信心，信心对病人有信心，这个病很容易治好。如果没有信心呢，再高明的医术都治不好。
啊，我给他说这个道理，他非常同意，他能接受啊。我说其实病怎么好的？至少10分之7是你这个信心，让你这个身体恢复正常，你好了。医药充其量只有3分的量。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呐、啊。求学、求道、学佛，那这个信心太重要了。净土修学3个条件，信、愿、行。第一个是信的，这信怎么讲法呢？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了六个信，六个信里面第一要信自己，这个很难啊。啊，第二个信佛，你不信自己信佛没用啊。信自己信什么呢？大乘经里面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信自己本来是佛。我们无量寿经刚刚念过的，一切皆成佛，你要相信这一句，你这一生很可能就成佛了。啊，你要不相信自己是佛，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啊，你看念佛的人多少，信佛的人多少。佛是谁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啊，药师如来，这些人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佛。所以学一辈子还是学的凡夫。啊，天天念佛诵经礼拜，依旧搞六道轮回，你说冤不冤枉？原因出在哪？原因出在不信。这多重要啊！慧能大师一生成就，你看他见五祖的面啊，礼拜的时候五祖问他，你来求什么？我来做佛。你们看《坛经》，他来是要做佛的，真成佛了。你成不了佛，你不想做佛吗？你不知道做佛吗？这一段经文好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设方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就是叫他们真正明白觉悟，一切皆成佛。你的真诚心恭敬心呢，就流露出来了。也就是说，你自信里面真心的
智慧德相啊，就通出来了，自然流露出来了。啊，不信怎么样？不信自己有傲慢，有烦恼。你要是不信自己是佛，你所流出来的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疑，你心里头常常流出来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怎么能成佛呢？佛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那这东西从哪来的？这东西从阿赖耶来的，你得搞清楚。阿赖耶里头有这些东西，自信清净心没有这东西啊。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抛弃，抛弃放下阿赖耶。你不用它，它跟你愈趋愈远了，慢慢就消失掉了。你天天喜欢它，天天用它，它跟你越来越亲近，永远离不开了，你的麻烦就大了。阿赖耶制造的结果是六道轮回。楞严经上佛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啊，告诉大家你错用了心啊。啊，真心有，你不认识它，你不用它，真心没离开你啊。啊，真妄合合在一起，你不知道哪是真，不知道哪是妄，把妄心当作真心，叫错用了心。啊，学佛也学不成就，学一辈子，学一点皮毛，学一点佛学常识，对自己得定、开慧、正果毫不相干。所以你所需求的、所期望的，你这一生得不到啊。佛菩萨叫我们放下，我们没放下，我们搞错了，我们把真心放下了，妄心没放下。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讲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真心跟妄心搞清楚，要认识清楚。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你不吃亏呀，你不会上当啊。用虚情假意，就是妄心啊，啊，80、50业心所，你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虚伪。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它会变的，真心永远不会变的。啊，真心空寂，自信就是真心的。无助不可断灭，
啊，这时候不生不灭，自性无作，无有限量。无有限量就是出生无尽啊，还原观三遍的第二种。无作而作，作而无作，所以出生无尽啊，就是整个宇宙一分一秒那个静止都没有。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有1600兆的频率在震动，啊，到1毫1尘的微点，没有一个是例外的。这世界怎么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科学家这一种认知，佛法证明它，它也证明佛法，两个互为作证。科学证实佛讲的是对的，佛讲的证明科学家发现的是正确的。啊，互相证明啊！菩萨即顺众生，自性本具之空即性。菩萨明了事实真相，所以即顺，这个顺就是恒顺众生，普贤誓愿的菩萨就恒顺众生啊，顺着众生，顺着众生自性本具的空寂性。妙缘心、无爱心、无住心、无作心、无外心、无内心、光明心、平等心而庄严佛土。这些话是赞美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这个里面讲的空寂、妙缘、无爱、无住、无作、无外、无内、光明、平等，都是我们自性清净心本来居住的。我们有啊，佛也有啊。啊，阿弥陀佛是以他的性德，啊，统统合起来的性德，把众生的性德引发出来，众生性德被引发出来，众生还不知道，这个妙了，众生真不知道啊。为什么？众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真的被阿弥陀佛引发出来，阿弥陀佛要不能把你性德引发出来，你怎么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可见的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你就是你自己这些心造的呀。阿弥陀佛这个心，你也是这个心，心心相印呐。阿弥陀佛的十报图，也就是你自己的十报图。啊，他用什么东西印的？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啊！啊，你只要肯老老实实的放下万缘，念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就从这句佛号把你自信的心得引发出来了。那就是构造极乐世界的原始材料。极乐世界建造，我们自己有一份在里头啊，人人都有这一份啊，自己是真的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知道呢？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一开悟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也是你自性的本有的啊，啊，就是圆满的心得了，叫阿弥陀。啊，正报如是，一报也如是，真的是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像这些句子，我们常常看，每一天在心中过一遍。阿赖耶这些种子就多了，我们讲印象深刻，你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提起观照功夫啊。空气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妙缘也是我的真心，无碍无住无作也如是啊，无内无外，那就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光明是智慧啊，平等是佛性。我们在这个地方终于是明白过来了，觉悟了。48云是一条一条的细讲，这个地方总的十句话是48愿的总结，建筑西方极乐世界的基础之总结，心性十变。我们如果把它搬到我们此地，我们用这十种心来建筑地球啊，我们用空寂心，空寂就是清净的，
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空即是不生不灭。慧能大师坚信，第一句就说：“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无动摇，这都是空寂的意思。本自具足，能生万法，那就是底下这个妙缘。我们能用空寂心，用妙缘心，生活在现前的世界，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会有两样吗？啊，用无障碍心、无住心、无作心、无外心、无内心、光明心、平等心，庄严地球。这就叫端正心念了，这就叫改邪归正了。翻过来就是邪，空寂的反面。就是无量的染污，无量的垢秽，啊，无量的业障。妙缘没有了，妙缘变成什么呢？变成妄想。变成分别，变成执着。不远了啊！于是底下无碍，就变成了无量无边的业障。啊，无助变成严重的执着。控制占有。啊，无作变成造作，啊，无内外变成严重的分别，光明变成愚痴，平等变成傲慢，那不是庄严国土，是毁灭世界。啊，所以我们要是会，真正学了会了，现前庄严地球，将来庄严极乐世界，往生就将庄严极乐世界，现在庄严地球啊，现在庄严地球是花苞。将来往生庄严极乐世界是果报啊！现在没有花报，将来希望是将来有果报啊！那个果报有很大的问题，
换一句话说，你未必能往生呐、啊。现前你用这些心的时候，庄严地球，你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你是决定得生。那是花好啊，你将来的果当然好。那在现在怎么个修法，不就明白了吗？我要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的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恢复到空寂。心要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寂是不动。寂就是能大师讲的，本无动摇。空是能大师所讲的。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我要回归到空寂。这个事情说起来、做起来，那太难了。弥陀教给我们有方便，这就太难的了。什么方便呢？一切归一句佛号。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好办多了。心里一样没有很难。心里有个阿弥陀佛，这是真正的善巧方便。用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把所有妄念都打掉，再用这种方法用一念呢排除一切的妄念。阿弥陀佛是自信的道，就是当人自信了，妙不可言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信。用这个方法把空寂心找回来，空寂心找回来就妙就圆了。妙圆是起作用，圆是圆满了。不仅是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他能扩展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十方诸佛刹土，一真庄严。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遍里面的第二种，畜生无尽呢。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畜生无尽呢，妙啊，圆满了，一法不缺，无碍，就是得大自在。
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障碍。啊，无助。不能住相，不但相不能住，不能住念，不住相，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四相不住啊！啊，念都不能住，那就是《金刚经》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你的见真空寂，真清净。啊，就是什么呢？在六尘而不染，眼见色而不染于色，耳闻声而不染于声。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内心如如不动是自性本定。那为什么不然呢？因为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怎么会染污呢？为什么会染污？你当真，你以为它是真的。你被他染污，也就是说你被境界影响了，你被境界所转了。不染污的人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不但我不受他的影响，我能影响他。他影响我全是假的，我影响他全是真的，这叫佛度众生啊。那无作是作而无作，那天天干呢，干不着相啊，这就叫作而无作。着相就错了，着相什么？着相就到阿赖耶去了，不着相就回归自性了。自性是空寂啊，着相就是阿赖耶，阿赖耶落印象，落印象就是十法界流转的种子。啊，特别是六道啊，啊，无内无外，无内外，是今天科学家在探讨的一个命题。宏观世界，大而无外呀。微观世界就是量子力学，小而无内呀。啊，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啊，还在探索。啊，可是跟大乘佛法真的越来越接近了。
啊，光明心是智照宇宙啊，智照法界。对于整个法界清清楚楚啊，一丝毫都不迷惑。啊，平等心，没有丝毫分别。才有分别。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意识是分别，意根是执着，意根跟意识，大乘教常用一个名词叫意地。只要落在异地，就迷了。即使成佛，天台大师判作相似即佛，也不是真佛。相似即佛，啊，不落在异地。那就是真佛，剥落在异地上，回归自性。这个教下常讲，消归自性，消是消化了，像吃东西一样消化了，营养全被吸收了。这个好啊，落在异地里的没消化，啊，没消化将来会起作用。啊，那就在六道里头搞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没消化了，消化就没有了。啊，所以你才晓得回归消归自性有道理啊。啊，完全消化了，消化变成变化性。善是性德，恶也是性德，净是性德，然也是性德，无有一法不是性德。你一化了就变成性德，啊，不化僵硬在那个地方，那就是病因。啊，僵硬的是不是净就是然，啊，要不然就是善，再不要不然就是恶。它变成这个东西，消化这个消化之后是燃尽善恶全没有了，这叫功夫啊！啊，我们看见听教，听教就是听讲。啊，在日用平常的当中，眼见色耳闻声，你落不落印象？当然落印象。你这个印象啊，是然是净是善是恶，有没有？有。你没消化。如果要是消化掉了。消化掉了之后啊，染净善恶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智慧，全是自性里面的智慧，你觉悟了吧？啊，提升你觉悟更高的层次。庄严佛土啊！
祖师大德常常勘问学人，你会吗？意思你会用心吗？啊，这里举得这么清楚，就是这些心，你会用吗？啊，空寂妙缘，无碍无住无着，无内外。啊，光明平等觉，你会用这些吗？会用吗？会用的就是菩萨，不会用的是凡夫。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是以四十八愿，业业愿呢，即众生本具之心，借以自信庄严自土啊！啊，这说极乐世界。弥陀引导我们在前面带路啊，用这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前面所说的十种心用实心的总结四十八愿，告诉你，这是一切众生本具之心，真心、佛心的，一切众生个个人本来具足。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那还是借以自心庄严自土。”极乐世界是你自心变现的，阿弥陀佛也不例外。这几句话不是把这个中峰禅师在西念佛寺开示的两句话不是说明白了？中峰大师说：“我心即是弥陀。”弥陀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是不是借以自心庄严自土？在极乐世界如是，在我们现前世界忘掉了。如果用这个愿心啊，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这十个心一用这个愿心庄严地球，庄严我们现前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亚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也跟极乐世界一样清净庄严啊，一样的美好啊。这个世界的居民跟极乐世界一样，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人人发四十八愿，人人是这十种心就上善嘛。
妇人居妇地，妇地妇人居，这个上善之人是最有福的人啊，这地球就是福地。美国布莱登先生说的这句话，可能他没有想的这么具体，没有想的这么圆满。他要是看这段经文，那个三句话就详细注解了，怎么叫弃恶扬善，怎么叫改邪归正，怎么叫端正心念。这段经文不是具体说明了，完全落实了。那个结果他说得好啊，不但2012了，不是世界毁灭，而是人们会把这个世界带到更好的走向。啊，那么我们更具体的要问一句，具体落实方法何在？我们同学有没有能答得出来？用什么方法真正能够落实愿心？两句话，细说无量寿经，落实自心运行，就办到啊，这就是平常说的一句俗话，说弘法利生啊。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寺院感叹，人家一看，这是佛门的道场，佛门的道没了，场还在。啊，道无了，场有。啊，现在如何怎样把这个场里面道充实起来？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说佛陀教育啊，
连带的圣贤教学，如果能把圣贤教育啊，佛教教育啊，天天来教学，天天来讲解，大家听了慢慢就悟了，听一遍不够啊。啊，我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听东西至少是十遍，这是至少。正常的呢，我的数是30遍。啊，为什么呢？10遍印象还不够深刻。啊，30遍印象有点比较深刻了。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学佛的人都很多，啊，成就有很多人不如。原因在哪里呢？我听的遍数多，李老师当年讲佛学概要。他是编14个大纲表解，啊，材料也叫佛学14讲，我听了11遍，啊，他每一次讲我都去听，从头听到尾，啊，1遍2遍不行啊。过几天就忘掉了，它不起作用啊。啊，我年听光碟。啊，我在旧金山的时候，甘桂穗居士，那个时候没有光碟，录音带。一盘录音带送给我，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佛七当中的开始。啊，谭旭老法师是东北人，乡音很重。啊，我只大概听到3-4成，很多听不懂。但是我很有耐心，我听到30遍，他的话我全听懂了。啊，以后我找北方的同学，把这一卷录音带写成文字，还印成小册子，流通。啊，里面讲锅炉匠的故事，念佛，还讲一个徒弟，参禅的，以后做了土地公了。变数不多不行呐，就古人讲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古人教导我们。度数千遍其义自见，千遍不多啊，那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1000遍你心定了，千遍是戒律啊，应戒得定啊。啊，你比如说古人这个读经呢，读华严经的有啊，读法华经的啊，你看比丘无尽藏比丘尼，
读涅槃经，都是大部头啊。啊，一天读经，时间最好不少过十个小时。嗯，读诵的方法，读经不要去想经的意思，啊，规规矩矩照着经文去念，不去想它，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念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跟念佛一样，不怀疑，不夹杂，啊，一直念下去，一天十个小时，啊，念上个三四年，就是一般根性、中等根性的人，他清净心就得到了。一天受十个小时的训练，训练什么？训练你不打妄想。不念经的时候会想胡思乱想啊，念经又不准你想意思，就不根本不准你想，那就那就修定啊，这都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一想的时候定就失掉了，把你功夫全破坏了啊。念经的目的是目的叫你开悟啊，定久了三四年得定，六七年就开悟了啊，目的是在开悟啊，十年就可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的，在教下叫大开圆解，那个境界跟禅宗里面是平等啊，大开圆觉就是见性成佛。啊，成佛那个境界，你什么都通了，叫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古时候咱们中国老祖宗跟印度这些高僧大德都用这个方法。跟现在西方人是完全不一样，西方人用头脑，用研究，啊，所以他们所得到的是知识。东方人所做的这一套的时候，他得到的是智慧，啊，智慧能通一切法，知识不行，知识各行如各山。啊，也完全不同。啊，智慧呀，一切法融会贯通啊，不一样啊。啊，最近这一个时期，没有这种人才出来了，主要原因是受西方的影响，都喜欢用头脑去想。去研究，所以全都变成知识了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知识，儒释道的学习也变成知识。我常说，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能解决问题。啊，智慧这个知识解决问题，它有限，有局限，而且有后遗症。智慧没有啊！啊，你看看古圣先贤，主要是细心去阅读古代。中国人讲
古圣先王，你去看尧舜禹，他们是以道治天下，完全是智慧，没有后遗症。啊，到武帝就不行了，但是距离道还不远，以德治天下。啊，武帝是以德了。啊，三王又降了一级了。三王是夏商周，啊，夏是禹王，以禹王的儿子做代表，王启，啊，商汤，啊，周朝的文王武王，以仁治天下。孔子出生在乱世，无霸。啊，无霸人没有了，又降了一等义，就是还讲理。啊，五霸之后，秦统一了五霸，啊，统一了。15年亡国，汉取而代之，到汉武帝。用礼，你看，道德仁义礼，用最后一个，一直到满清，在中国这2000年当中啊，都是以礼治天下了，礼没有了。古圣先先讲，那就是乱世了。啊，现在这100年乱世啊，礼没有了，能不能再恢复到从前那个样的盛世呢？给诸位说说，不可能。没有方法恢复，啊，一定是越来越乱，啊，什么时候能把古人这个礼找回来？那稍微能够改善一些。如果有能力，有这个愿心，向上提升，啊，我们从理要提到义，要提到仁，要提到德，要提到道，那就成圣成贤了。啊，道是圣人。德是贤人，啊，仁以下
称君子啊。啊，如果我们认为古人不行，啊，古人不如现代人，啊，轻视了古人，那就像科学家所说的，这个世界会走向末日，会走向整个崩溃毁灭。然后再重来。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过去确实是有好多次的毁灭。啊，现在又到了这个临界点了。啊，也就是可能会毁灭了。啊，是毁灭还是复兴，都在我们自己一念的心愿。这个权不在别人手上，在自己。啊，佛菩萨不管这个事。圣贤也不管这个事，天神鬼神都不管这个事，所以我们要明白，要觉悟，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怨天尤人，那是罪加一等。啊，不能责怪任何人，确确实实是自己做自己受。我们同学难能可贵呀！不容易啊。我们的人生生净土，澳洲这块土地是净土啊，学习大乘，学习无量寿经，这是多大的福报，这是多么幸运啊！许许多多人走向了绝望，而我们这些人，人数不多，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光，充满了希望啊！我们认识了佛菩萨，我们认识了古圣先贤，我们对于大乘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虽不能透彻了解，啊，也知道一些。不怀疑，有信心。所以都到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皆依自心，庄严自土。这两句话重要啊，提醒我们呢、啊：如水归海，如翔隐身。啊，水归海，意思好懂。如想应身是怎么回事情？
啊，如果我们旅行，啊，我小时候，声音，这个如响应声呢，是常常遇到。这是逃难的，走到山谷，长啸一声，回音就来了。啊，我们长啸是响，那个山谷的回音是应。心土不二，因果同时啊，心。能现的，图是所现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能变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的，能所不二。心土不二，因果同时。是故，法藏法愿彼空中即赞言，决定彼成真觉。这就是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法藏法愿完毕？就真的大地六种震动啊，空中雨花、天月，还有赞叹，这什么原因？念老很了不起啊，把彭继清的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里这段话来解答这个问题，妙啊！解答的太好了，太妙了。这以不可思议之因，其不可思议之果。不可思议的心，这个因呢，就是愿心，四十八愿的自性本具的这个实心啊，空寂心、妙愿心。啊，当知。不可思议之因，即不可思议之果。应了前面的一句话，因果同时，因果不二啊，因果同一个心念。啊，为什么因果同时？因是空寂心、妙愿心，果也是空寂心、妙愿心。因是四十八愿，果也是四十八愿。法藏菩萨如是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见闻此经，依教奉行，无疑不如是。有志净土者，须从此行入。这两句话解得好。
啊，真正想我们这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段经文重要啊。彭济清居士所说的，我们要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在这一句话里头，他能够引用经义，发明经义来劝导我们，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他自己没有做到，他说不出来。换一句话说，是他自己修学心得的分享。啊，我们听了，能有感悟啊。啊，他长啸的声，我们这里的反应，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对敬宗，从这个地方起心。从这个地方起如弥陀愿心，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此身即是弥陀，此方即是净土。啊，这个世界它乱，我不乱了；它动，我不动啊。它有灾难，我没有灾难啊。这是。这一段彭居士这一段开示给我们提醒我们殊胜的功德利益，此论以身参究啊，不是叫你研究，研究是你有妄心在分别啊，你有分别之处，参就是完全接受，没有丝毫疑问。啊，我明白了，我懂了，我今天就依教奉行，这叫参就。啊，就是明了，立心一时叫做参。啊，用心一时叫研，研究跟参究不一样。啊，西方人用研究，啊，东方、中国跟古印度用参究，啊，不用心一时，就是不用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心。莫那是意，第六是识，不用心意识，啊，就叫做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